死咗。好，我騰左右，左右，係，然後我跟住俾佢衝，俾佢降。好。好。小心啊！好，坐，坐，好嘛，坐坐啲咩？係，是但，唔錯，唔錯。熄咗佢先，手機如果可以熄，有靜音先嚇。而家費事佢響。靜音啊！嚇，你想影張相先啊？但係，哦 ，OK， 得，好啊，好啊，企一企。啊，喂，坐過呢邊啦，你過嗰邊。OK， 嗰個郭先生咧就而家在囚啦。咁所以咧就兩呢兩位咧佢嘅朋友嚟嘅。OK， 咁就特登嚟。坐埋啲啊！坐埋啲。OK。Okay， 我拎住，叫做拎住份新聞稿啦。其實都唔知拎住咩好。OK， 好啦，咁樣調轉，係啦，跟住嚇。OK， 去影一張硬照。啊，唔係喎，我對個頭，我整個判決書都好喎，真係。唉，諗冇諗，咁啊，唉，咁啊得啦。呢個判決書啊，你照咁樣啦，企埋啲，係 OK， 你高少少啦，得咁啊，隔離兩位可唔可以高？哦，拎高少少佢，唔好意思啊，我記得。OK， 好。得啦，好，唔該曬，好，收聽我哋。首先咧就唔好意思嚇，同大家道歉，因為咧我哋印嘢嗰度咧遲咗少幾個字嚇。咁咧就大家咧應該手上我或者對一對啲文件先。嗱，我應該咧有一份中文，有一份英文嘅新聞稿啦。咁就另外咧就係有呢個案件嘅判決書。咁判決書裏邊咧就有刑事嘅判決書同民事嘅判決書。咁我一陣間咧會講究竟點解會有民事有刑事咧咁樣，咁咧就阿黃生同陳生咧係阿呢個在囚嘅阿郭先生嘅朋友嚟嘅 ，OK， 咁我就係得到阿郭先生就係透過佢嘅朋友同屋企人咧就係轉介咗呢度案件就俾我嘅辦事處。就去申訴。郭先生咧就係喺2000，佢係香港人嚟嘅。咁當然啦，佢都係喺內地移居香港嘅以前。咁喺2009年咧，就喺內地嘅長春嘅中級法院咧，就以合同詐騙罪咧，就被判無期徒刑同埋沒收所有財產。咁我哋咧就一陣間會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其實郭生咧，佢係一個香港嘅註冊公司嘅董事。1996年係用香港呢個公司嘅名義，就同招商銀行嘅香港嘅分行咧，就簽咗一份貸款同埋抵押嘅協議。咁全部咧呢啲咧個過程咧都係用香港嘅律師、用香港嘅合同、香港嘅法律管轄嘅，喺個合同裏邊都寫。就將公司佢借錢，咁然後咧就將公司持有嘅一間內地嘅公司啊嘅25%嘅股份咧，就抵押俾招商銀行。咁按住個協議咧，就要俾利息啦，同埋還款啦。咁其後咧一段時間之後咧，就香港嘅公司咧就係還唔到錢嘅。咁2009年咧，就長春市嘅中級人民法院咧。就收到一個刑事嘅控訴，就控訴阿郭先生，咁就話佢咧作為香港嘅公司董事咧，就係隱瞞咗，就將內地公司嗰個股份，因為佢係有個股權噶嘛，即係香港嗰間公司係有內地公司嘅股權噶嘛，佢就話咧隱瞞咗內地嘅公司咧，就將嗰啲股份嘅分紅，即係我哋平時所講股息啦嚇咁啊。就分俾香港嘅公司。咁喺1998年7月到2002年，就從內地嘅公司股份就提取
招商認為是本應屬於他的分紅的6000萬人民幣。郭先生呢就被判終身監禁，經過上訴控罪被駁回。2012年，由於行為良好，就得到高級人民法院就減刑，由終身監禁就減到18年。咁而家咧就已經係服刑咧係超過10年噶啦。同事可唔可以杯水我得唔得？咁咧，我詳細咧就睇過嗰啲文件，就問過佢哋嘅屋企人，甚至咧我咧就係從以前經辦嘅律師咧都曾經聯絡過嘅。咁我就認為咧呢個案件裏邊咧就有幾點好唔合理嘅地方，同埋咧係涉嫌咧係違反咗一國兩制，將香港嘅民事嘅案件就變成內地嘅刑事案件，仲判終身監禁添。第一，牽涉嘅公司咧就係香港嘅公司，貸款咧就係由香港發出。雖然佢係內地嘅銀行，但係佢係經香港嘅分行。大家咧係刻意地選擇同意咧係喺香港簽訂協議，用香港嘅法律作為基礎依歸，所以嗰個協議嘅執行同埋引申出嚟嘅行為係應該喺我哋嘅角度係受香港嘅法律嘅約束，而個公司亦都應該受到香港法律嘅保障。如果有法律嘅爭議，亦都按嗰個合約係寫咗係按香港嘅法律作為管轄同埋處理，由香港嘅法院審理。咁但係而家個結果咧，就係將呢件案件香港嘅行為變成內地嘅行為，香港嘅民事變成內地嘅刑事法院審訊，我哋認為咧係唔恰當嘅。第二，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嘅判決書，即係俾咗各位嘅裏面，就喺第16頁。同埋係嗰個高級人民法院嘅裁定書，亦都俾大家嘅第3同埋第4頁，就提到咧，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曾向內地警方提供案件相關資料，但係香港嘅商罪科過去係一直冇就案件要求郭先生進行，譬如協助調查啦，亦都冇拘捕過郭先生，更加冇去搜過郭先生香港公司嘅辦事處，亦都冇去扣留任何嘅文件、電腦，全部冇，即係連咧要求郭先生協助調查都冇。咁所以咧，顯見咧就係呢個案件咧。招商銀行是曾經去過 CCB 是投訴刑事的，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件事呢最後 CCB 或者香港的警察都覺得根本香港是沒有任何的刑事案件，即是你記住不要說拘捕，即是連如果他覺得是有一些需要協助調查的，他都可以邀請郭先生或者郭先生的下屬去解釋或者邀請留口供，全部冇嘅。咁所以咧，即使香港其實都唔係一個刑事嘅案件。第3，我哋覺得呢個案根本就係一個商業嘅糾紛。我還唔到錢，如果你覺得嗰啲股息係你嘅 ，OK， 你咪可以按本地法律用民事嘅追討。事實上咧，招商銀行冇曾喺香港入禀過民事嘅法院，而貸款協議係用有限公司嚟簽，即使牽涉到法律嘅訴訟，就係香港嘅公司收到內地公司嗰啲股息，就冇理由追究個人嘅責任。故此，本案如果喺本地提控，頂多都會係一宗針對
香港公司有冇係多收咗或者唔應該收而收咗嘅股息嘅民事案件。然而，郭先生本人卻喺內地被刑事檢控，最後就判埋終身監禁，後改判18年嘅監禁。這個處理的方法呢，明顯是不合理，更加是不合法，亦都是違反了一國兩制。為什麼我說違反了一國兩制呢？就因為香港實施不同的制度，內地實施不同的制度，那很多人是選擇了在香港借錢，選擇了在香港的法律來到簽合同，找香港的律師處理，有什麼事就在香港的法院審訊。如果那些行為是違反了香港的法律，你去報警。 OK， 這個就是一國兩制的爭議。那這個呢，可以引申到呢，將來我們所謂什麼一帶一路啊、大灣區啊，全部這些個概念就是、中國國家主席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夢，那就香港將來呢就扮演講了的就國際仲裁中心，一國「一帶一路」的法律仲裁中心，我們還廣泛推廣的了。那就是譬如、就不用有個、起了某些基建在哈薩克斯坦，那就中國去投資、或者合資，那最後呢大家呢就不要說用中國法律啦，內地啦，亦都唔好話咧用哈薩克斯坦啦，咁用咩咧？就用香港嘅，咁啊，因為大家都信得過香港咧係有法治，係一個公正嘅辯護嘅制度，同埋可預測性好高，亦都用普通法咧，好多人係能夠明白嘅，係國際嘅使用。好啦，咁換句話講咧，將來咧香港咧係可能審好多哈薩克斯坦就借咗中銀啊，中國嘅銀行。咁於是而家咧就唔還錢啦，咁啊點啊？就是、香港度審理，最後咧就係、是、判決，咁啊然後咧就攞嗰個訴訟咧，可能咧就去哈薩克斯坦嗰度執行，就係、是、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阿郭先生呢單案，哦，原來所有咩一帶一路嘅合約啊，或者而家所有內地繼續或者全世界西方國家都得噶，嚟香港同中資銀行借錢。或者同中資嘅機構合營，某啲嘢就去內地 joint venture， 成日都有噶啦。咁啊，用香港法律處理，突然間某軍咧就過境去深圳，好似阿郭生咁啦，跟住就俾人拉，然後咧就揾個法院就話你係刑事，就判你終身監禁。哇！咁我諗對香港嘅一國兩制，將來做咩國際仲裁中心啊？點樣做咩一帶一路啊？中國夢啊！哇！發緊夢啦，真係嗰陣時，係嘛？即係所以咧，這個咧係好嚴重嘅一個影響一國兩制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嘅法律同埋體系嘅信心嘅問題。香港行為香港解決，就唔能夠香港行為就內地解決。香港行為從內地視為一個內地嘅刑事行為。如果係咁嘅話咧，就係、是、好危險啦，冇人會覺得安全，冇人覺得有信心。咁亦都咧係會影響，唔係淨係影響香港，因為香港扮演呢個角色咧，係國家希望香港扮演呢個一帶一路嘅法律仲裁中心，呢個係對國策嘅發展有幫助嘅。OK， 亦都因為香港嗰、那個有法律嘅清楚嘅制度，有獨立嘅律師可以各為其主，唔會好似內地咁維權律師俾人拉曬。係嘛？咁你呢啲咧係點解香港仍然被信任？啊，甚至有啲人講笑啦。啊，兩位隔離我哋傾偈嘅時候飲茶，晏晝食飯，佢話啲香港律師收到咁貴，啊，咁你以後你香港就難搞喎，係嘛？因為我就嚟香港就係信你啲法官係公正、獨立審判、司法獨立，信你香港啲律師咧就各為其主，唔會出賣個 client 嘅，係嘛？亦都咧係咩案都夠膽打，無論你代表中國中方嘅銀行。代表郭先生都夠膽打，係嘛？因為我哋有呢個信心，就係個律師咧都係公正嚟到去辯護嘅。好啦，咁啊第四最後啦，就係、是、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嗱、這個仲有趣喺呢間案嘅，
就係咧2011年咧，招商銀行咧就向頭先所講香港公司嘅控股嘅內地公司就民事上訴，就要求嗰個內地公司將佢認為唔應該俾咗嘅股息俾香港公司，就向內地公司嚟到追討賠償責任。即係換句話講，譬如你支咗6000多萬俾香港公司，咁你而家咧應該支翻個6000多萬俾我招商喎，因為我應該我得嘅。點知吉林省嘅高級人民法院就駁回招商銀行嘅上訴，就裁定招商銀行喺2000年5月21日之前對內地公司係不享有抵押權，不能依法主張該25% 股權嘅發放嘅股息。嚇！咁即係換句話講，本來咧長春嗰個法院就話郭先生咧就係刑事詐騙，因為咧就係嗰個內地公司就係即係梗係話郭先生透過內地公司指示內地公司就發咗啲股息俾香港公司啦，嗰6000多萬人民幣啦，就判佢終身監禁。但係而家咧喺吉林省嘅另一個法院係民事庭，就判咩咧？原來根本你招商銀行根本不擁有呢個抵押權，即係換句話講，民事上係郭先生勝訴，係內地嘅另一個法院啊嚇！記住啊，呢個真係審死官啊，真係係嘛？我睇到嘅時候，我都諗下係咪真係咁戲劇性啊？真係咁戲劇性，即係內地一個刑事法院判一套事實，判郭先生有罪。內地的民事法院判郭先生的公司勝訴，招商銀行敗訴。但是現在郭先生坐了10年了，今天有個記者問我可不可以跟郭先生訪問，我說喂，你有沒有看過那個稿，他現在今天坐著，他那兩個老友應該會講一下他的情況，他們的感受，還有他們都做生意的，都是有做內地生意的，即是 你可以想像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哇！已經係你內地嘅左右手都已經係打緊啦，對打啦。咁你又香港又刑事又冇案啦，啊民事你又唔告，然後跟住你就話已經終身監禁，坐咗10年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匪夷所思嘅，真係啊！呢個係好影響實施一國兩制嘅信心。好啦，我哋最後講啦，就係會做啲乜嘢咧？第一。我哋覺得呢單案咧係影響一國兩制嘅實施嘅。既然習主席話不走樣不變形，要確保一國兩制真誠嘅實踐，我覺得呢單案咧，我哋第一件事，我會徵詢咗郭先生啦，我會寫信俾林鄭月娥特首，話俾佢聽呢單案係走樣變形。呢單案咧唔係淨係判決嘅問題，而係嗰個會影響香港嘅營商環境。影響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影響外資透過香港實踐一帶一路中國夢的信心。這個影響很重要，即是特首可以跟習主席說，喂，這件事影響你，你的中國夢變成發夢，不行，即是特首要告訴他，即是你，因為這個是個角色的問題，就是他希望你扮演一個法律仲裁中心，令人有信心啊嘛！而家你令人冇信心喎，因為你內地原來咁樣亂咁嚟喎，係令人對香港嘅投資嘅冇信心喎。好啦，咁所以第一個我就會寫俾特首，第二個咧我會寫俾中聯辦，就因為中聯辦咧亦都要協助同埋睇下緊香港係咪實踐一國兩制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哋都有個角色。第三咧，最後咧，呢度我新聞稿冇寫，但我今日朝頭早諗到嘅嚇，唔好意思，我都會寫俾咧係內地，佢有個叫依法治國委員會，好似都係習近平做主席嘅。OK， 點解咧？因為內地話要依法治國，而家呢單咧，我就覺得唔係依法治國，所以我覺得咧應該要話俾依法治國委員會睇下佢覺得。是不是要糾正這宗案，我覺得是重要的，如果有真的有冤假錯案，即是內地的術語叫冤假錯案，這宗就是其中一宗冤假錯案，是應該要主動
積極糾正，去實踐依法治國，令人相信國家是依法治國，咁先得。咁所以咧，我今朝咧就諗咗寫埋俾依法治國委員會啊，因為呢個係佢嘅工作嘅範圍。好啦，嗱，咁我咧就講到呢度咧就我呢度嗰段落，咁我咧就將個時間咧就交俾阿郭先生嘅兩位朋友，咁就睇下佢哋，然後跟住之後咧簡單講一講佢哋嘅因為畢竟佢哋唔係法律嘅專家，但係佢哋都經過傾談之後咧，我嘅分析之後咧，佢哋都明白點解我咁緊張，點解呢個係會影響我作為香港嘅議員，點解我覺得呢單案係喺眾多案件裏邊咧係真係匪夷所思嘅，係應該要關注，係應該要咧係中國內地政府最高層咧係要去睇一睇，係唔係我所講嘅？如果我所講嘅嗰啲事實係錯嘅，啊，即係舉個例，原來個合約話係用內地法律喎，咁。OK， 你可以指出嚟啦，嚇，因為我睇過嗰啲文件噶啦，嗰度好大沓嘅，我唔印得咁多俾你嘅。咁啊，如果話最後係原來內地係可以審香港嘅行為嘅，咁你即管講得噶啦，嚇，係咩情況？原來有個 overlapping jurisdiction， 即係所謂叫做重複司法管轄權。啊咩？我有啲情況咧，就係你香港發生嘅嘢咧，我照審你刑事噶咁。我呢單案咧，我同佢哋係預備咗幾個月嘅啦，就唔係特別為最近嗰個咩引渡條例啊、逃犯移交條例嘅。OK， 我唔係呢個唔係主題嚟嘅。不過咧，因為我出咗呢個稿之後，咁有啲你哋都查詢就話：喂，呢單有冇關係？其實有少少關係嘅。個關係好簡單啫嘛。你而家逃犯嗰度移交逃犯就係話內地嘅法院就話有一個逃犯。那個逃犯是什麼呢？就是你香港人來的，就是在香港做了一個行為，不是在內地做了一個刑事行為，走了下來香港，那我們要引導他回去，就是這樣嘛，是不是？移交逃犯是什麼意思嘛？好了，那就是那個行為呢，就是內地的行為啦，刑事行為啦，原來現在郭先生這個行為，明明全部在香港發生的事，就變成內地的刑事行為，那我就舉了個例子給你看。嗱咁樣，即係呢個，我相信其他嘅商界人士咧，佢睇完呢個咧，我諗佢感受良多。點解啊？無數嘅香港商界問無數嘅中資銀行借錢，香港借錢，亦都抵押內地嘅廠房、內地嘅股份俾香港嘅中資銀行。原來你冇俾息啊？原來你嗰個廠房收嘅租冇俾我啊？喂，我還緊錢俾你，我冇欠債喎，我依時還款喎，月供、還息喎，還本金喎。喂，點會我突然間我收嗰啲租，原來要俾你喎，唔俾你咧就係我呃你喎，跟住係刑事喎，即係我原來喺內地，我香港明明抵押咗內地嘅廠房，係嘛？俾你，咁我還早錢啊嘛，咁個租係我收噶嘛，我收咗可能收咗嚟還你錢噶嘛，嗰個供款噶嘛。喂，原來你話你個收嘅租啊，你個股息啊，嗰啲收入啊，全部係我嘅喎，你應該俾我喎。喂，咁你個合約唔係咁寫喎，係嘛？咁我諗其他香港嘅商人問一問自己，有冇抵押俾銀行啊？有冇係咪用香港法律啊？咁你以為所有你嘅即係常理，你覺得呢個係香港行為啦？原來你係內地嘅刑事行為。咁你就算唔係郭生咁，唔使上深圳啊，都可以將來引渡你啦。這個就是一個這樣的案子，記住，我們今次呢，我們不是特意是等到有這個，我不知道的嘛，我怎麼知道他收禮的，我們已經預備了幾個月的了。 OK， 有些文件我要，即是我看得慢，我真的要論清楚看清楚是不是真的這麼離譜，怎知真的這麼離譜，那我才夠膽開來這個記者會的。 OK，即如果他那個根本是全部說不是，人家內地行為來的，為什麼不可以內地呢？他根本全部是香港行為，是一個典型的香港行為，典型的香港法律處理的東西，變成內地的刑事，是判終身監禁。那我想這個是幾大的啟示和影響了。那這個我就純粹提一點，就是會跟，就是那個所謂叫行為的界定，
我哋平時所想像話，哦，你喺內地殺人放火，喂，而家唔係殺人放火啊，而家香港問你借錢，然後正常派股息收租，然後還錢俾你，還唔到嘅時候，原來咧我以前嗰啲息啊，代咗嗰啲叫做偷你嘅錢喎，哇，咁啊搞錯啊，真係，係嘛？即係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都好簡單，雖然佢係我睇文件，我睇咗好耐，但係我想我解完之後咧，大家係好容易明白，其實個事情就係咁簡單啊。咁佢亦都喺嗰個裏邊咧就有。包括招商的論據，即係成份原本判詞俾你。招商的論據，我方的論據都有嘅。咁唯一係咩咧？嗰陣時阿郭生咧個律師，即係內地嘅律師咧，就冇提出一國兩制呢個質疑。即係喺嗰個判詞裏邊啊，郭生嘅律師，因為佢冇諗到呢個角度啊，所以佢就冇叫內地嘅律師話：，喂，你唔應該審我，你呢個長春呢個係香港嘅行為嚟嘅，你違反一國兩制。佢就冇呢個角度。但是我現在看回轉頭，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的角度。OK，好，我或者給兩位你簡單介紹一下自己，以及你說一下，看看，然後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剛才陶議員呢就有一句說話就說得好的，感受良多。我姓王的，郭生是我朋友，我都是在國內 做生意。亦都每天簽好多呢啲咁嘅合同啊，借貸文件都有。咁我就阿郭生咧，好好嘅朋友嚟嘅，啊，咁佢一個正常嘅商業行為，喺香港同銀行貸款，提供咗當然係足夠啦，銀行認為足夠啦，足夠嘅抵押物，啊，咁啊去貸款，啊貸款還唔到啦，還唔到咪還唔到咯，還唔到咪銀行起訴咯。但為何會變成無端端被人拉了去坐牢，這個我就覺得很驚訝的，這個事情也都有一個切身的感受。郭生做生意，我也在這裡做生意，會不會某天有一天又會變成輪到我發生在我身上呢？那這個呢，為何今天議員說黃生你出來見一見記者，講兩句行不行？我可以，這個也都關乎國家的發展，一個法律的實施。咁啊，議員法律方面，我就冇話議員同議員律師出身，佢梗熟啦，我就唔係好熟。但係即係一個銀行嘅借貸，我經常都簽。我估計喺香港喺大陸做生意嘅人都經常簽呢啲文件。如果呢件事情可以咁樣發生，而且咁樣十幾年一坐，仲話終身監禁添，咁我就即係相當驚訝啦。喺呢方面嚟講咧，我都覺得應該要大家要正視特區政府要正視，中聯辦要正視。中國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要正視呢件事，我講係咁多啦。好，我都係郭生朋友，我姓陳嘅，即係我覺得咧，啱聽阿陶議員都講到好多嚇，我覺得有啲遺憾咯，真係咯呢件事。我希望咧就即係點講咧，郭生都坐咗十年監啦，喺監入邊嘅滋味都冇受嘅，真係希望得到重視咯呢件事咁樣樣。我個人覺得好遺憾啦，呢個就係咁樣。多謝大家嚇。好 ，OK， 好，大家有咩問題？佢應該係喺深圳俾人拉嘅。當時佢係有冇即係知道自己係新涉呢啲案件？佢正常咁營商啫嘛，因為佢都要來回兩地噶嘛。當然啦，我有時我都唔會特別問嗰啲求助人咧，點解你咁遲先揾我啊？咁我咁樣咧講咧就唔係幾好嘅，即係人哋好多原因噶，係咪啊？咁啊，咁我就真係冇詳細問。不過我從佢哋屋企人嚟即係傾偈裏邊，嗱我冇exactly 咁問嚇。OK， 我估嚇，嗱呢個係我估啊嚇，我估咧可能咧佢開頭咧就覺得。看看仲有冇透過內地嘅渠道就可以我唔知點講啦，即係內地其實唔係法治好成熟啦，咁就唔係好成熟，咁或者會唔會又有啲方法或者18年之後再減刑啊或者甚至咧可能咧又扭轉啊咁？咁其實你唔好話喎，佢有努力嘅喎，佢努力係咩啊？佢喺另一個法院民事法院係咁使錢打喎，打到咧。最後是什麼？是他勝訴喎，
即係連民事都贏埋喎。嗱，我唔知佢喺香港會唔會贏啊？記住，但係佢喺內地就贏咗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郭生可能佢諗好多嘢啊。即係我諗呢個申訴人佢諗好多嘢，即係可能或者我民事贏咗啦，咁你刑事就要扭轉啦，係咪先？我有論據啦嘛。你記住，佢喺嗰個刑事庭裏邊咧，佢第一個論據最主要論據律師就係話呢個根本就民事。你睇翻就得噶啦，最簡單啊，頭嗰幾頁嘅啫。OK， 咁所以佢係由頭到尾，佢係民事啊嘛。咁於是佢就喺民事庭嗰度。如果我打贏你，咁我咪可以翻翻去刑事庭咯。咁我估佢可能佢有試過啊，都唔定。即係總之呢個第一種啦，可能性啦。佢就一路搞緊民事刑事嗰度，就係用內地制度。嗱，記住，佢冇諗過，佢冇諗過呢個係反一國兩制嘅。所以如果唔係佢律師就喺之前打到呢個 point 啦，係嘛？贏輸一件事，但起碼佢冇提過，因為佢冇呢個角度諗啊。但其實我一睇啲 facts， 我就話：喂，呢個一國兩制嚟嘅喎。咁點解？因為我呢廿幾年見得多啦。頭個回歸嗰幾年啊，東莞、佛山、海南有幾單案啊？佢夠膽寫個判詞裏邊話。是啊，這個是香港什麼什麼，但是我們內地一定有，後來到申訴之後呢，他都扭轉，因為為什麼呢？哇，這不行，影響香港一國兩制，即是信心問題。但是現在二十多年之後呢，當然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打這個 point 啊，但我覺得這個，是我是香港議員嘛，我用香港角度看的，我覺得你違反一國兩制，那我就告訴你一國兩制那個違反你要糾正咯。OK，咁阿郭生都好感激喺呢個 point， 佢話即係佢冇睇到呢個 point 嘅，佢律師都咁。我收尾同佢講咗之後咧，我希望咧嗱，即係中央會自己糾正啊，有關政法委啊或者咩自己糾正呢個案。咁但係如果佢唔糾正嘅話咧，可能咧我都要問下內地佢嘅律師咧，仲有冇得可以再叫我唔知叫咩申冤啊，即係司法申冤嘅嘢啊，有冇咧咁？我理解係有嘅。永遠都得嘅，冇時限嘅。不過你有冇新觀點，有冇新證據，就係咁嘅啫。咁但係咧，我希望咧就出咗呢啲信，就等到有關人士咧係知道有單咁樣嘅嘢可能係做錯咗喎。最好佢自己主動自我糾正，咁我覺得係最好嘅。因為你咁樣咧，你會為個政府你自己會得翻分啊。即係你如果見到一樣嘢，你會自我糾正。就唔需要話人哋要咩申冤啊點樣去維權啊，即係根本唔需要。我覺得你睇到係錯嘅，咁你咪糾正佢。我覺得咁係好好啊。當然我哋有啲我都講埋啦，初頭我諗過講唔講嘅。呢個法院判嗰個法院咧，最後即係終身監禁啊。據聞咧，嗰個庭長啊，即係唔係而家審呢個案啊，係嗰個案嗰個法院嘅最高個負責人，係又判咗終身監禁嘅，啊，因為貪污瀆職啊。咁我哋都叫佢哋問緊，喂，同邊單案有關咧？咪同我哋嗰單案有關啊？如果係就快啦，係嘛？啊 ，OK。但係因為我唔知啊，但我知個事實就係判我哋嗰個庭嘅嗰個法院當時嘅嗰個庭長就係、是。判了終身監禁 ，OK 啊，咁即係你知道有啲嘢都係咁離奇噶啦嚇，啲世界內地都啊民事同刑事又可以打交嘅，兩個庭都唔同嘅，係咪啊？咁但係你答你個問題，我真係直接答唔到啊，或者我都即係當係有興趣嘅，都可以問下，透過佢啲朋友問下佢屋企人都得嘅。咁啊，但係我估咁樣亦都咁講啦。我都講一句啦。我據佢哋屋企人講咧，佢單案揾我之前咧係有揾過。一啲唔係民主派議員嘅，咁啊講完啦。OK 嚇，即係呢個可能都係一個時間嘅問題。想講清楚就係郭生2009年就被控呢一個合同詐騙罪啦，咁佢係咪即係2009年俾人拉咗？2009年拉咗。睇下先嚇，佢有嘅應該。係咪2007年？早啲嘅，應該係2007年拉嘅。
其實個觀點咧，我就諗咗好耐噶啦。民事變刑事，即係本來係合同，咁你咪按香港嘅法律嚟到民事嚟解決，係咪嗰個利息或者嗰個收嘅租係咪應該係歸香港公司，一係歸招商銀行？點知變咗刑事，香港就變內地。明明呢個係香港嘅法院，唔係香港嘅合約，香港嘅法律處理。就變咗內地話我有權審，仲有變咗係刑事咁審。OK， 港商酬終身為一國兩制，佢意思係咩咧？明明呢個係香港發生嘅行為，就變成內地嘅行為，或者內地可以審訊嘅香港嘅行為。哇，咁就死火啦！即係咁以後所有你嚟香港嚟簽合約做乜啫？你香港簽合約就係想同埋嗰個合約裏邊寫明個 governing law 啊，個 clause 啊，即係如果大家有見過下呢啲合同咧，佢一定會寫咧，律師一定會問你雙方或者兩邊律師對共識就係用咩 law，Hong Kong law， 然後就香港 jurisdiction，subject to Hong Kong jurisdiction， 即係香港法院管轄之後管轄權。咁點會無端端會變咗成個行為就喺內地可以審刑事咧？其實就係我哋個問題就係依、這個。咁所以點解違反一國兩制咧？就係、是、明明一國兩制嘅爭議就係咩咧？你在香港發生的事就是香港，內地發生的就是內地。當然有時有些是香港發生的內地，但是問題是這個基本上是大家選擇了一個合同裏面的借貸這個性質，抵押股份的性質。記住，抵押都是在香港做的，不是只是借錢在香港做的，抵押的合約都是香港做的，是一間香港很貴很著名的律師行做的。 OK、超貴的。 OK、寫明了，不會寫錯，是雙方共識嚟嘅呢個。程序咧，我都嗱，當然啦，因為阿郭生係在囚啦，有時唔係我都見冇見過佢嘅。啊，我希望唔係冇郭生呢個人啦嚇。咁、我睇完呢啲嘢，咁我應該係啩？我除非呢啲全部假嘅啫，係嘛？咁啊有人係落過嚟嘅，佢有朋友見過我嘅，咁我信佢哋呢個世界係有呢個郭生嘅。OK， 郭春生有呢個人喎嚇。咁、好啦。咁我喺呢個基礎之下咧，我就有時會同佢律師有聯絡，或者佢律師咧，我亦都要求佢係俾一啲內地嘅觀點我。然後咧，咁但係最後都話咯，內地嘅法律就應該內地嘅律師去俾意見佢，我唔敢俾意見。但係我據佢內地嘅律師講咧，係無限期嘅，即係如果你提得出有新證據、新觀點，係可以上訴嘅，永遠都。OK 啊，唔係唔得嘅。OK 啊，上邊係有呢、這個，即係其實香港一樣啫嘛。你就算所謂過咗終審，如果你能夠out of time， 我哋叫即係過期上訴咧。如果你提到有啲新觀點，提到啲新證據，都得嘅。OK， 或者最後咧，亦都可以有一招咧，就係、是、寫俾特首，而特首咧就係、是、refer 去終審庭再開庭都得嘅。啊，我諗你都可能聽過。最近我都有個求助係依樣嘢嘅，啊，遲啲先講啦嗰啲。啊！就叫我可唔可以寫封信俾阿林鄭，叫林鄭寫封信俾終審庭，然後一單已經係十幾年前嘅事咧，有冤案，揾到一啲證據，希望可以扭轉。我仲睇緊嗰啲資料。OK， 咁所以有呢個程序嘅，香港都，內地我理解都有嘅。OK 啊。呢個有位。啊 ，sorry， 係。咁啊，我真係具體咧，我喺呢度睇到嗰個判詞嗰度，同埋因為點解咧？佢後屘嗰啲 drawdown 咧，嗱，譬如我同你簽咗貸款協議啦，嗰、那個係一個 governing 嘅，即係一個 head agreement 嚟嘅。實際我同你 draw 幾多錢啊？即係借嘅幾即係問咗你借過咗幾多錢咧？嗰、那個係要啲帳目裏面先知嘅。但係我睇呢個判詞咧，我相信嗰個$1,400,000咧，我估應該就係嗰個數嚟嘅。即係第二判詞嗰度，而最後咧講緊嗰個，佢話佢有6,000+人民幣係嗰幾年嘅分紅，係因為你冇還錢之後，你嗰幾年之前嘅分紅咧，應該係屬於招商嘅。咁但係當然佢民事就打輸咗啦。咁即係其實嗰6,000+喺民事上面都係應該屬於內地公司嘅，香港公司嘅，屬於香港公司嘅。因為內地公司分給香港公司嘛，香港公司是控股公司嚟噶嘛，
嗱，你記住，因為阿郭生咧，我都講咗，從冇人警察問過佢嘢 ，approach 佢冇，冇搜過公司，冇搜過屋，冇搜過文件，冇攞走過電腦，乜都冇，冇限制過出境。呢、這個就係郭生嘅嗰個情況。第二呢度裏邊寫咧，就係話原來 CCB 有提供一啲資料，咁即係換句話講咧，CCB 係有人報過案嘅。而最後我哋乜都冇發生，咁咪即係冇案咯。即係所以，我呢個係合理嘅推斷。你可以問翻 CCB， 我相信佢係有可以答到你嘅今日。但係 CCB 係處理刑事㗎嘛？係咯，咁咪即係話佢曾經招，即係我推斷就係招商銀行係試過喺香港報刑事嘅，但係唔係，即係話香港冇刑事案。但係招商銀行點解唔選擇喺香港告民事案咧？按合約咧，我唔知啦。OK， 啊，佢可能覺得我喺上面刑事，咁我咪逼到你，明明係可能民事係你著噶啦，我都可以打逼你俾錢咯。唔係我呢、這個我衰嚇，我懷疑啫，我懷疑我係小人之心，懷疑招商銀行就係用咁嘅嚟到威逼阿郭先生能夠俾一個六千幾萬人香港公司俾一個六千萬人民幣佢，因為佢可能知道佢律師都睇過民事打唔贏嘅，你內地民事都打唔贏啦。連內地都打唔贏喎，記住喎。OK。有位 M 三零想問翻話，知唔知啊郭生佢係喺深圳被捕，但係點解會喺吉林？哦，唔係嘅，呢個好簡單，呢個因為咧，中國內地咧係實行一個單一制嘅，全國嘅任何一個公安單位係可以去跨省、跨市，只要係中國嘅地土地。香港唔計啊，香港同台灣唔計，就可以去嗰度拉嘅拉人嘅，即係會話講咧，吉林可以去深圳拉人，廣州可以去哈爾濱拉人，冇問題嘅。咁但係呢單案其實會知點解係由呢一個省去審㗎？我解答唔到。係咪因為當地？唔係嗱，我解答唔到。我估咧可能係招商銀行選擇去嗰度報案。咁至於嗰、那個。他選擇去那裡吉林報案，而吉林是認為他的公安單位可以查這宗案呢，你就要問他們了。還有想問你剛剛是不是說那宗判刑的庭長後來是沒收薪金，已經是確認了他是因為貪污而判刑？是幾時啊？這個呢，我稍後因為其實呢我哋都商量過，好唔好講，不過我覺得這個講出來都不怕，因為這個是事實來的。我們找一些資料給你，再看看可不可以發放出去當新聞稿咁樣。但我有我應該咁講啦，呢個咧其實你哋發掘下都好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吉林咧唔係好大嘅啫，吉林而一個庭嘅好高級嘅負責人要判終身監禁咧，就唔係一個小新聞嚟嘅。你哋應該揾中國組嘅同事揾到嘅，可以。OK。郭生係用咩途徑去揾你㗎？郭生咩途徑？咪佢親屬同朋友咯。即係佢唔係自己揾你，佢透過。唔係佢點自己揾到我啫？佢喺監啊嘛，佢梗係要揾佢屋企人同埋嗰啲朋友就落嚟，咁然後咧就咁佢初頭可能俾一張紙我嘅啫喎，判決書，咁我就一路要到咁大沓，然後睇曬啦，幾個月啦，睇到我就嚟死啦，然後再問再查冊再揾翻嗰啲嘢，我先確認我而家呢個版本話俾你聽。啲任何親郭生自己嘅親筆信啊嗰啲都冇。啊有，我後屘咧我揾陣嘅，因為咧。我唔知道有冇郭生噶嘛，咁於是咧，我就係真係你話冇禮貌又得咩都好，我要郭生親自寫封信透過佢屋企人，話我向陶謹申求助。OK， 我有呢封信嘅，唔使驚。有時我冇要求嘅，不過呢單我有要求到。OK， 因為我始終即係，但如果有啲情況我冇要求咧，可能係我唔夠嚴謹嘅，但係今次我好嚴謹。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有要求呢樣嘢。佢帶咗呢封信嚟香港嘅。咁同埋咧，究竟喺成個張牀或者成個過程入邊咧，有冇講過點解會係內地嘅 jurisdiction 因為其實我都有睇到，但係覺得唔係好，即係從來冇提過點解呢件事。嗱，我用經驗話俾你聽咧，即係我因為呢排少啲嘅，呢十年十幾年少嘅，我冇接觸過咁樣嘅案嘅。回歸初期咧。是成日都明明香港的行為咧，就內地審咗嘅。
而佢夠膽死講曬嘅，甚至有啲講埋咧，我哋公安咧咪壓住佢落咗去香港攞啲嘢搜咗翻嚟咯咁。你哋記得嘅，你揾翻就得噶啦。啊，有好多係頭版新聞嚟嘅。OK， 啊，好似有一個記者叫 Cynthia Wang， 我唔知佢而家仲冇做記者啦。啊，我同佢一齊做咗好多單啲頭版嘅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嘅。OK， 啊，即係嗰陣時係好多呢啲內地法院係老馮，佢覺得冇所謂啊。咁佢因佢唔知啊。但糾正咗之後咧，呢十年咧冇乜咁啦。但我唔知點解呢單夠膽死。我冇問到啊，因為我覺得拉咁你點啫？咁你除非你話酷刑啫。之前係完全冇徵兆，覺得即係翻到會見到呢個刑。哦，咁我可以幫你問下佢嘅。但係即係我真係冇，即係對我嚟講，我就最緊要就係嗰個 jury， 即係緊嗰個 analysis， 即係嗰個分析就係。究竟是不是應該是內地審？其實我就是這件事。不是，我應該這樣說，就如果一般商業的都是民事的啦，啊，即是打人的當然是刑事啦，是吧？那如果一般商業的民事，咁如果香港商業都可以刑事嘅，如果真係詐騙嗰啲，咁但係我正如我所講啦，你試過去 CCTV 報啊嘛，唔係你唔緊要啊，你話刑事咁，郭生唔係特登匿上去，嗱記住，郭生唔係我匿翻深圳怕咗 CCTV 拉佢，唔係咁嘅，佢成日嗰排成日咁出入嘅，明唔明啊？咁冇啊，冇香港冇警察揾佢，係咯。所以我哋推斷佢唔係香港人，唔係根本 CCTV 查過嘅，係唔係刑事嚟嘅？我想問翻，即係個判書入邊都有好多即係嗰啲書證咧，同埋啲證人嘅證言，即係講到佢哋即係喺即係內地好多商業往來咁樣咧，會唔會係因為嗰啲嘅證言係令到呢一單案係吉林嘅有權？嗱，你問我呢個真係對唔住咧，呢個係內嗱，我都話我已經徹底地否定根本內地。唔理吉林好，廣東又好，哈爾濱，你全部都冇 jurisdiction， 因為你從國策嚟講，你係尊重一國兩制，就係呢啲係香港嘅行為，香港處理啊。即係從我嚟講，你而家問嗰個咧就係話，點解會係吉林？喂，我根本覺得你根本全部成個中國內地都冇呢個冇呢個司法管轄權。唔係啊！佢而家呢個投訴都一樣啫嘛，就係我去招商，即係佢嗰邊嘅投訴。我招商借錢俾你喺香港簽個合約，你收尾冇還錢。我認為根據個合約，你嗰啲派息咧，嗰幾年咧係唔啱嘅。嗰幾千萬咧，你係呃我嘅，私自帶走咗佢。咁你咪喺香港，你香港究竟係咪民事刑事咯？即係我嘅論據就係咁啊！OK， 唔緊要。如果有人你可以揾到人去分析呢大呢個意思，就唔係你所講話咩？在阿郭生點樣嗱？記住佢好多 juicy 嘢嘅。啊，點樣將嗰六千幾萬？佢話：你地下錢莊咩咁？喂，嗰啲係我嘅。當時中國國策係點樣？我哋而家唔係有個咩外管局啊？話佢非法套匯，佢唔係啊嘛。佢而家係話你詐騙佢嗰六千幾萬。咁你？你如果告阿郭生套匯，咁啊另一個問題啦。喂，你做咩透過地下錢莊匯錢走啊？咁啊，呢個另一件事喎。依家唔係告呢啲啊嘛，你告呢啲咪打呢啲咯，係嘛？所以講你嗰個問題咧，我唔知係點樣回答你。不過根本嗰個唔係個重點嚟嘅，而家完全冇告呢啲嘢啊嘛，係咪？啊，咁當然你如果認為郭生係咪唔道德啊？啊，係咪都係有走法律啦？咁我唔知喎，大佬，可能嗰陣時好多內地嘅商人。個個都係做咁樣做嘅喎，透過咁樣嚟到將啲錢嚟到香港啊，或者海外投資都唔頂嘅喎，係嘛？咁所以我就唔去談論嗰個細節，就咁解，唔好意思嚇。So have you seen any cases like this before that something a contract dispute in Hong Kong was turned into something criminal in the mainland and got tried in the mainland? And how would this affect a businessman who have business in Hong Kong in the mainland?Well, I think it is a very extreme case that I ever met.
in my legislative counselor's career in the last 28 years. It's the worst case, or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how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s breached, and how mainland court assumed jurisdiction for a criminal jurisdiction for a civil conduct under Hong Kong law,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t's the worst case, the worst illustration of how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s not implemented or is seriously breached. And it violated the President Xi's rule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 should be honestly and genuinely and fully implemented. I think it is not fully implemented. It's not honestly and genuinely implemented. So I would write to the Rule According to Law Committee of the mainland, in which President Xi is the chairman. I want to draw their attention that this is a case that worth their serious attention. And I hope that they can proactively overturn the case and look into it, and so that the whole world would believe that mainland China like to rule the country by the rules of law. Not rule of law, but by the rule of law. How would that affect businessmen in Hong Kong who have business in the mainland? Well, you imagine a very ordinary business scenario in which a Hong Kong company, whether owned by Hong Kong businessmen, Taiwan businessmen, or international foreign businessmen, just a one business entity, a limited company, to borrow some money from a bank in Hong Kong, maybe a Chinese bank, Hong Kong branch, and sign a Hong Kong contract. And in the governing jurisdiction clause, expressly stipulated that the whole contract, the whole behavior should be governed by Hong Kong law and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Hong Kong court's jurisdiction. But subsequently, it turns out to be a criminal conduct and serious criminal conduct which can attract life imprisonment. And you are tried in mainland, you are caught in mainland suddenly, and then tried in a provincial court and then sentence you to life imprisonment. Well, I think it is the worst case that a ordinary businessman would dream of to have encountered. Okay. Oh, okay. Sorry. One more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at this case reflects the possibility that citizens can be extradited when a civil offense is considered as criminal in mainland after fugitive law amendment is passed? Well, first, I must stress that we are not holding this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purpose of criticizing the current amendment of the extradition proposal. Because this case has been communicated to me for several months, I need several months to read the papers, to have analysis on the detailed documents. But by the way, the facts of this case can illustrate that a purely Hong Kong conduct, a normal Hong Kong transaction to be governed by Hong Kong jurisdiction, Hong Kong law, can be suddenly turned into a serious criminal conduct to be tried by a criminal court in mainland, which can attract life imprisonment. I think it's a horrible situation that an ordinary businessman or ordinary business transaction would have dreamed of and to have encountered. Cut the law.
不得，因為佢用嗰個表面係詐騙啊嘛，佢表面係詐騙，咁你香港有詐騙罪啊嘛，咁於是咪大家咪對到 mutual， 即係所謂叫相互承認到嘅一個罪咯。即係譬如內地用包二奶就唔得喎，香港冇包二奶呢條罪啊嘛，係嘛？佢用詐騙就得啦，嚇，用殺人得，用藏有毒品又得，係咪？啊，即係嗰個表裏邊啊嘛，嚇咁樣嚇。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假設學生冇上去，佢咪可以去要求移送咯。Sorry， 分行。嗱，你記住，因為咧。他是用刑事，咁佢用刑事咧，佢係用招商銀行。佢因為佢喺內地啊嘛，佢內地係，所以佢唔應該咁講。用少少法律啦。其實當時咧1996年啊嘛，就係、是、招商銀行香港係冇一個佢冇收購到永隆嘅，所以佢如果譬如舉個例，佢如果招商銀行好似而家咁，佢就透過招商永隆嚟借俾你咪得咯。咁呢個係香港公司嚟噶嘛。但係佢嗰陣時係冇收購到香港有一個銀行噶嘛，所以佢係用招商銀行，招商銀行咪就係內地銀行咯嘅一個香港 Hong Kong branch 嚟借錢俾你，所以你可以話佢係招商銀行借錢俾你嘅。不過佢借錢嗰個實際同你簽約嗰個就係用招商銀行香港嘅 branch 嗰個名義，但係實際上咧係佢係招商銀行借錢俾你啊，所以其實冇呢、這個我哋冇 dispute 嘅，即係冇我哋冇大家冇分別嘅嚇咁樣。亦都唔係一個重點嚟嘅。我想問翻學生兩位朋友，呢個 case 係點樣？因為你都係喺內地做生意，對於你哋做商嗰個信心有咩影響？同埋，即係如果之後嗰個反條例真係通過咗，我哋而家咁樣宣傳，都搞條件咧，你嗰個睇法係點樣？即係會對你哋實際有啲點樣嘅影響？咁梗係有影響啦。呢件咁嘅案，明明喺香港簽嘅 contract， 簽嘅合同。明明是一個借貸的合同，一個民事的有限公司跟他簽的，一下子就變成一個刑事的案件，這個第一個擔心啦。第二個擔心不知道何時發生在自己身上，現在國生可以這樣，任何一個在大陸做生意的人都會有這個擔心的，這個就是我們的想法啦。所以今天議員一出聲，我們會來參加這個記者會咯。逃犯條例沒什麼意見喎，沒什麼點樣深究。你記住，因為我跟他們沒有討論逃犯條例我只不過即係因為這個案咧，我係因為這個時間，我覺得是我已經看完了文件了，他們也都覺得是合適。其實因為之前我有去外訪台灣嘛，一直退到現在才做到，所以我沒有跟他們，你記住千萬明白，因為始終他們都是有做內地生意，他們有他們要擔心的地方，我只能夠今天呢所有跟逃犯條例的任何的評論 你引述我就比較好一點，就是這樣。即係佢哋咧，純粹因為佢係最緊有國生呢單案啫。啊，呢單案咧已經發生咗啦。啊，同逃犯條例冇關嘅。OK， 不過我就係因為你問起最近，咁呢個係一個可以係有一個啟示，就係話如果相同嘅事實而家再發生，咁會發生咩情況？係咁樣嘅推斷嚟嘅啫，係咪嘅分析咁樣？今日都仲係嗱，如果所有嘅事實同一樣發生，仍然係香港嘅民事，咁如果招商銀行或者個借錢俾你銀行認為係刑事，佢咪去報警咯？以你理解就係，如果喺香港，如果去到內地，佢用刑事去告，其實呢個修訂咁嘅逃犯條例，其實係即係會唔會唔係？唔係咁好簡單啫嘛！嗱，你記住逃犯條例咧，就係內地認為係刑事，佢咪可以同你申請攞人啊嘛。咁而家佢係話刑事啊嘛。仲判咗坐監，咁啊即係一定係刑事啦。直至到我哋申訴成功，郭生放翻出嚟，原來嗰度唔係刑事，係冇罪嘅，咁先至大家先至放心啦嘛。
係嘛？即佢判咗終身監禁啦，仲唔係刑事？肯定佢認為係刑事啦，係嘛？你哋答下啦，你想了解點樣？坐監就係坐監咯，冇乜好冇乜好日子過咯。呢個嗱咁樣樣，佢而家佢坐監就坐喺吉林，佢嘅家人咧就經常去睇佢嘅，因為佢有優先程序嘅。咁我哋一個就有咁遠嘅距離啦，二個都讓俾佢啲親人去親自去了解，有咩需要嘅咪即係阿律師同阿佢啲親人了解一下，同佢哋講講咯。唔係因為佢係好遠啦，咁即係好老實講。我曾經想過可不可以叫他家人下來啦，這樣，但是其實他家人下來，其實說的都是我分析的啫，因為他家人是不懂法律，不懂成的嘛，我曾經想過，可不可以叫他找一個內地律師來呢，後來就，他做了一些分析，書面的分析，我覺得都很清楚，所以我就覺得都無需要了，即是不需要再特別花錢啊，成啊，這樣，所以即我只能夠說就是，他們在香港嘛，他也不是經常要這個即我覺得照顧國生去探那就家人做啦，那他的朋友既然有香港的朋友又有做內地生意的，那我就你即當是即怎樣，其實根本就他們不是，我都可以說完了，不過我覺得即起碼對你有信心，即是說這個世界都有多兩個人是他的朋友，都 是支持他，也都他也都是一個商人，有做內地生意，他也可以講下心聲，其實是這樣的，反而他家人沒有做生意嘛，那你家人說就是可以說到就是、那個就是、健康啊處境那些，但是我覺得 對 我不是特別覺得那樣東西是重點，可能你們覺得是重點，對不起，可能那個都明白，但 是我反而覺得呢，就反而他們會講下、那個感受啊，就是會不會擔心啊那些，我都等他們講下，就是這樣的。我都想過這個怎樣安排好呢，其實我自己說就可以了，已經因為這些書面的東西來的嘛，好吧。那這樣我對逃犯條例的意見呢每天都說的了、okay？ 我都今天不是特別說這件事、因為我不想將那件事、即歪了、因為始終郭先生他是一個坐了十年監坐緊的人，我覺得我應該為他那個即焦點做得清楚一點，使到、內地的、當局就不要以為我是即是我不想他變了，即是 他關心郭先生這一案是最重要，即是我覺得逐啲救人是最重要，因為郭先生每一天都還是坐在一個我覺得是不應該坐的監，是一個冤獄來的、所以我希望呢就集中是這一點，但是我不能夠避免，因為而家有呢個修訂咧，可能你哋會問，我都照答。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個重點係郭先生呢案。我唔係希望如果咩李家超話咩政治，我完全唔係講嗰啲嘢。最緊要就係郭先生呢單案係咪唔啱？唔啱違反一國兩制就應該糾正。唔係應該內地有刑事咁樣管轄權嘅。仲有最後一點就係、是、喂，你民事同刑事自己都對打對台喎、哦。喂，這個你都要糾正啦，係嘛？即係咁，你邊個壓庭先？你可以再上去，再更加高嘅法院證，究竟你話民事係邊個啱？如果民事都係郭生啱嘅，個公司啱嘅，咁你有乜理由用咁嘅事實基礎嚟到叫郭生喺刑事嗰度坐監啫？係嘛？呢、這個即係呢個你連而家自己內地嘅法律嘅內在體系嘅一致性啊，都違反咗。即係就算冇一國兩制，你自己都唔掂啊！即係你究竟邊樣啱先啊？你話俾我聽，真係係嘛？即係咁，嗰個係高級人民法院嚟喎，記住，你判佢有罪嗰個中級人民法院啫喎。即係如果你問我，所以我都有問呢啲問題噶。但係我唔好問呢啲問題，你問啦，你哋去發掘啦，你哋去寫多幾句，究竟中國律師話喂點解會咁嘅咁係嘛？啊，解唔解決得到咧咁？好啦，好嘛。我都咁諗啦。最後咧，呢啲內地法院嘅問題咧，我真係唔係內地嘅律師，我有要求過內地嘅律師咧，佢俾一啲意見我，但係即係我唔想，因為佢唔喺度嘅，我引述佢啊，或者咩咧，我驚錯咗唔準確或者唔全面咧，就我誤導咗你唔好。
你去問下內地的專家，香港都有人說他自己是專家的，咁你咪問下嗰啲專家究竟咪點搞咧？咁係嘛？咁可能我都想睇下你個報道，多啲啟發，睇下我嚟緊點幫佢，即係咁樣。但我真係唔敢喺呢個觀點裏邊去講咯，真係嚇，唔好意思嚇。OK， 好啦 ，OK， 好嘛，夠啦。如果有咩咧，稍後咧，你過兩日，如果你仲你揾咗一啲或者甚至唔同嘅版本、唔同嘅事實、唔同嘅挑戰，隨時放馬過嚟啊！即係如果張招商銀行，你可以問佢。啊，或者內地的律師，你可以問他 ，OK 啊，咁我覺得呢個咧就是、大家都係求嗰個真理，究竟乜嘢係啱唔啱嘅問題，好嘛？唔該曬，好多謝你。